我把你头搬过来啊。这个很陡，有的好陡哎、欸，有的好陡，妹妹不能走的。那个不，那个滴滴那一条不行，太陡。嗯。啊，这一条，感觉还可以吧。哦，好像很恐怖的感觉。然后，那条下去好像有点陡。太陡了，下去。要下来了吗？我下去了。快点下。我有滑。啊、不能站起来哦！谁都知道不能站起来。可以哈，我下去了，你后面行啊。后面还好啦，后面还好。对，后面还好，后面。真的下来就还好了，妹妹 OK， 妹妹 OK， 你让她自己滑了。下来这里还有，这一条还好啦。妹妹要自己去滑了吗？要。啊，妹妹你还敢滑吗？自己滑吗？好。当然啦、啊，啊，是百香果吗？百果。百果乐园。还有那滑梯这么累。啊，这有两百公尺，我信了。啊。哎，好甜。我慢慢来，我老了。压压惊，你看看这马，你看看这马，一短一短一短。你确定要这个？你确定？啊！这太温和了啦，要紧一点的。你要玩这个的吗？我要这个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好酷，退休了，三人转腰器，咦哈，哎对，我骑的不是马，马，骑的是什么？我骑的是海马。宠物，你那比较重啊！这是超可怕溜滑梯哦，你溜了你会有恐惧哦，你会有阴影哦。啊！差点飞出去！我先走。
山。好了没？那我先叫小猪，下去好吗？走进来这一步，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我你要哪一边？先下来一只，先下来一只。左脚，右脚。嗨，你卡住了哈，就是。哦，妹妹流汗了的。我正来的。这么可爱。你翻过去，我们一起。来，你再往前，往上再踩一些。是逼我的，是不是？
手要确，你要有确定在这里，有确定才可以啊。先踩，先接得上来。好，你先过来。你先跨过来。好，跨，踩在这里，好，侧身，对，好，对，你的手放这里。然后你过来，哎，终于你会了。他可以，他手给他可以。棒棒。左手进来一点，妈妈，妈妈没有左手就给你们这个耶。没有你的，我被困在上面了。成功了。前面你过去给姐姐看吧。耶，成功了。好，换姐姐他们要爬，他们可能要宽一点。妹妹，你要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啊！你下来，你从前面一个过来。爸爸。那我没有走了。妹妹就过去。脚要过去啊！脚过去就过了、啊。对对对，然后右脚，你的左手先进来一点。啊！好多了，已经走了。我真想。